东芝的马达驱动 IC 128微步，所以一样是非常的安静。如果你今天的安防的镜头需要转动或是摆头的时候，你一样可以录音，不会有噪声的问题，最大到18伏，它的 RM 是很低的，是 0.48， 支援各式各样的微步驱动。另外它有包很多的东芝的技术，第一个 ACDS， 以往的步进马达的 IC 你需要两颗外部的侧电流电阻在这里，其实是蛮耗部件的空间，那670就直接包在里面，各位可以看不需要电阻。那另外有一些错误的检测输出 pin， 非常小的包装，3×3，所以它在PCB 板上部件的话，其实第一个空间占用的非常小，而且零件很少。综合来说，如果你在安防监控上面你需要转头摆动的功能的话，步进马达670是你们最好的选择。